己的状态，然后再考虑下一波进攻。就总体来讲，他们这个 Hokkari 的烈士鹿双雄配合的不是特别好，就是好像老是没有在一个画面里面一起配合过。打出来这个联动效果并不强烈吧，然后这一波的话也被主宰这个钻直接挡掉了，原因想动手。帕克也过来，这边马西应该也要阵亡了，这样的话帕克节奏起飞，最后人头可以让一个波收掉人头，拿下双杀。这几乎就是最舒服的帕克游走节奏了，通过自己的过来支援，然后收到两个人头，中路线还有自己的辅助帮忙去顶住，盘活了两路的一个局面。这边屠夫是一个急速符过来，咬住好像没有人能帮忙打断吗？但是这边输出看一下够不够，打人踩不到人。Radiant'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他们这样一顿操作之后的话呢，就是让对面的这个帕克在前期线上补刀劣势的一个情况得到了一定缓解，屠夫在这几波支援过程当中是亏了很多自己的经济。哎，这次动手说他不好，他给你表现了啊，赎罪了，来。好的，这波配合还是非常精妙的。对，主宰应该是在反应上面来讲稍微慢了一点点，对方从树林阴影处跳过来，他是没有交出转，被。是的，你只要想补这波兵，对你只要想补这波兵，你主动的话，那对面还是很好来先手你的。这边 AA 也被踩晕，再搬回来给个减速，应该是要死了。帕克这个时候赶到，还有一个 Boom 在 TP 扯断过来， Boom 好像有点难走。马西怎么说，这边狮王是过来了，狮王过来以后好像没有蓝，他墓碑已经放了， Boom 居然还在跑，他跑掉了。这边剩一个 Boom 剑圣给转，给转的同时被咬住了，马西也是残血，他还没死，最后剑圣一刀爆死他，狮王反而是杀掉了帕克。剑圣这边一个无敌斩，技能太多了，溢出了，还帮忙射一下肉山，好像谢谢你。地的陷阱，然后身上资源还有魔晶。潮汐这边一个大招，但是背着大招，大的其实并不是很好。杜牧开启 BKB， 大招是已经甩出来了，咬住剑圣，剑圣什么都没来得及干，白虎也阵亡。这边大玩的潮汐应该也是被围殴致死的状态。之前十三分钟的时候是落后胜场2000块，然后现在进入到了21分钟，短短的7分钟时间，这个2000块的差距被已经拉到了5600。这个他的夜叉已经出了非常久了，分身一直出不出来。来一个牵手大招，这边杜牧应该是会直接被秒了。盛唐反过来开启 BKB， 这边有一个沉默，塔克直接没了。屠夫能，哎，屠夫人呢？屠夫能找得到吗？屠夫这边是马上有跳刀的。河道马西还在跟潮汐来搏斗，这边 A 应该是直接死了，剑圣也被咬住秒掉。像马西好像单杀了下普攻。看都是一个91开的对局啊，还觉得有3成胜算，就凭这15000的主宰吗？团控，就看那个潮汐这一脚踩大，那个时间很稳啊，开启了 BKB， 上来抬手，我们第一时间没有大到剑圣，第二时间也没有大到剑圣，第三时间大到了剑圣也被咬住，这边剑是没有用的，剑圣直接被秒掉了。潮汐留着一手大自己 TP， 还能再追其他人吗？帕克梦境缠绕给上，直接扯断，还能再追吗？马西过来追到踩接钩，帕克很难走啊，跳出来距离也不是特别长，屠夫直接跟过来，下回转机再躲一下普攻，还能再走吗？走不了了。就正面团战，你明显感觉到这个红龙他们也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特别精致的操作，但他就是凭借着我 BKB 顶上来，第一时间大不到，第二时间大不到，第三时间一定能大到你主宰这个。哎，这边双向流想欺负一下马西，但是自己被抓住了，自己被咬住了，想杀人不成，十八米啊。漂亮！虽然屠夫自己被冻住了，但是他勾到你了，知道你没有 TP， 那你是肯定没想走的。就一个小 AA 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哇，这波让屠夫吃肉吃了个爽。是的，再任何办法了。这即便是潮汐踩个双大也没有用，没有人不输出。沉默一下。依然是想换 BKB， 但是身上刺客不可能随便交流。潮汐这边强行秒，
有人能救得了吗？秒是秒掉了，但是后续看一下怎么打。狮王这边阵亡，帕克被勾被咬，帕克可能也要死。这边刷新大招已经没了，再过来踩两个，杀谁？后魔走不了 ，AA 也阵亡。就是他们虽然说打出了潮汐刷新大秒人的效果，但是他没有秒掉孤人。这个阵容毕竟是圣堂加屠夫加这个马西和末日四个这个体系，你只秒掉一个典韦，他剩下其他几个人还是有很强的正面能力的。就马西一个魔晶的跳摔还救了个人。啊，剑圣又被烧死了，剑圣这边直接打出了 GG， 确实是没有太多的办法了。那我们也是恭喜 Hokuri 先下一城。